我三地有你啦，我四地有你啦，我五地一个人加两百，啥物啊？对啊，一千哦。一地够送你啊，咱也先加钱，四地够你啊，一个落啊，两百块啥物就一条六百股。两百好落，一个人加啊无两百。一个落两百好落两百。来呀！一地两百落，两百三地两百四地五地六地七地，来搁一个人加两百，啥物就两百块。 给你，好吃啊！真的好吃啦，多爱。阿宝，阿姐要来啊！阿大卖八块了，左边的大卖八块，一百五了，八块了。买，这个三角股都没用，这那用钱，一包一百块，两包五包，买只三角股免五百四包，全部三个人给你先加钱的先的啊，两包三百只三角股两百块，我拢无啊，这包搁送你啊，这包搁你啊，来两包三百只三角股两百块了。 200块，咱们只三角股无两包，一包够你四包，一个人给两包，三百只两百块。三角股，咱们只两包。来两百块，咱们只两包。五包给你啊，两包够一个人给。来两百块，咱们只三角股。五包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包给你，两包够要到未着啊？两包，咱们只两百块。你咩啊？上天开钱啊，兄弟啊！一包咱们只两包。笑啥？要了钱，咱们包。两包你啊！ 一包你若两包买会上个钱，啊，头前啊，你到行情上上好，可以落。爸爸讲完，啥物事五个人加先加钱，剩下你了了起来，一包落啊。爸爸讲完，啥物事一百块。来一个啊！一包啥物事？包落讲完啦。两个。一包够啦，啥物事无？两个。你说话，一包够买来无？一包够买起来无？是要干杯耍啦。 你还这一百啊，无啊，遐也无啊，遐也无啊，无恁是要食啥？来啊来啊，免一百啊，伊家客人包你啊。哎，我一百卖偌济拢包起来，伊啊两百啊，五十落啦，紧的啦，五十块啊，凊彩啊。哎，遐客怪啦，又怪啊，五十啊，五十啊。四爷。你还这人，人这都要叫我你啊，你也无甲平仔车顶凊彩啊啦，好肥肥啊。我做一个一个，一个几个？四爷。够咩啊无啊？够三个五十啊。四爷。这人够两百五十落。 还过来，最后搁一个，啊无你嘛，地安装无，要一个你有当地安装无来无啦？有啦，我来提啦。无啦，你两个地安装无，你买无啊？好。来啊，包。四爷。恁家有人要食意大利面？我有加无。有人要食意大利面无？意大利面啦。意大利面叫明太子的啦，一个人加三包等于啦，三来啊，我来讲话先收钱啊。要食意大利面一包就好啦，100块有人要食无一包？无票。大姐。 我包怎么站你啊？我关时间啊，我搁有两三箱足重啦。重的。来，你要什么咖啡？白迄个，有白酱，有明太子，还有番茄。你要什么酱？大黑。你要什么酱？是吧？重的哟。我知啊。重的哟。一百，你要什么酱？重的哟。太高了。重的，过来要食意大利面无？过来，我意大利面超好食的。拢有啊哈。你要什么酱？白酱、明太子，还有番茄肉酱。水，重的。 过来，咱们在意大利面无？后来行不行？啊？加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七包，剩咧上，加拢上，七包、七包。来，好，飞枪先来。来，你迄个迄个咸鱼啊，我讲我包一包。 这个我若无甲这箱卖掉，我伫恁的面前拄啊嚼了。我讲话甲做个甲我袂共齐咯。有啷么食龙尾青鱼无？三百二啊，我买来两包，我头前一个。啊，头前啊！三条，你四条你卖着退钱，这条佫送你五条，一条卖三四十块俩，两百块。两百块有啷么食无？两百块。一条两百，两块三条，四条五条，两百块。龙尾青鱼有啷么食无？对，两块三条，四条，咱算你起个偷多吗？真龙三四百块。 两包，最后一个龙四块八六块，一百六，八六块上面只有八六，左边一个。来这边啊！八六，蒜泥先来，我搁卖白青。来，剩下来，你有哪要食蒜泥偷偷吧？我鱼翅拢无当用，真诶，做一斤一包金盘，一斤鱼啊，我只金盘都要到四包，再做三斤，卖讲就七八六八，一个人加蒜泥三斤重，啊，先加先赢三包，上面只有三百块。有哪要食鳕鱼诶无？三包，剩只两包。 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鳕鱼两百块，两百块了。
下就坐在你那边。想想嘛，把村两百六百六正常卖掉。一百。九十九啊。九十九。哇，一百九十九，你无听了？老实话，我办掉你钱。我嘛知过伊要花遐过伊咯。你有哪要食白烧？你介意啦？够等你去肥。你介意啊？真正假的啊？我哩，我哩也无走阿弥陀路，你就走来食。你搞要想啊？啊！这只鸡啊，啥物事？一只八百了，七百六百了，我们存这只板凳十人份的新价钱，先赢三百了。我到大了，你又唔知了哟。三百块我买啊！我这只大只，这没细只哦。下日我来哪饲？三百啥物事？三百块。来白烧啥物事？啊，大你今日要套票啊？你要套票嘛？啊，无啦，你是安来家己走来甲车？啊！你若搬去弥陀了，你是在这做工过啊？你莫老讲话，来，客车来送。你若讲迄落话，你若无送袂送。你讲我去较对，你对较对。只要车轮如此，我只要三百块，免钱送我车。有人人家讲我去较对，对较对。你本来嘛就没有啊。哎呀，谢谢，来，迄个叫要送你啊，叫过你啊。三百送要吃啦，白烧啦。三百。只要听讲，三百，人要吃白餐来无？三百。白烧人要吃无？三百再搁送你啦！今仔真正要甲八号掉啦！三百，三百，三百人要吃，再搁来啊！再搁恁啦！三百块啥要吃？三百块，三个价钱全部抬好啊！两百二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一百二，一百块了！恁两个你阿大，你看啥？看啥？你是去看啥？袂晓买物件，一百啥物啊？一百块啊！靠不要你卖你一百，我搁袂晓叮当，你是袂晓啥？你是啥物拢要叫我花十块二十的哦？这种是条歹话，来花一个平方公啊！来摸起，摸起，摸起！对啊，一烧啊！边角甲我摸完拢了只，来，我今日鱼啊吼，我后壁再摸，最后就是我留的最后上刺激的，来先，阿哥，咱我做番做的，等一下好，我搁讲一届吼，我今日早五箱的平湖的物件来，吼，有光啊，有鱼啊，来我来讲。才打一个星星，你有看无？今仔我甲迄鱼师讲，拍一个星星就是平湖五星，啦！你要食这個，你一定要做干卡呀，这无通外俗。这只平湖尖梗啊，有人要食来无？有没有人想吃？我来讲，想要食手夹夹咯，有想要食手夹夹，我看者。阿姐啊！个人要食平湖尖梗，这无俗啊，这无可能外俗。有人要爱无？来，啊，你听我介绍。你听我介绍。来，想要食皮哦，尖啊讲的人皮，先客钱先赢五百了。这啥物人才哦？我逐工拢卖这啊，我逐工拢卖这。我唔知鱼是有这个较好的物件，我唔知讲这食嘞，这脆这甜啊，我唔知呢。我逐工拢卖这，我过来会炸起来啊。五百啥物食皮哦羹啊，五百块。有人要食皮哦尖羹哦，五百块。五百块够人要吃，这我袂平啦，你放心嘛。五百有人要吃无？爱恁敢给钱，你唔敢给钱，你要吃这吃阿爸的。五百有人要吃尖梗无？大，你敢当信任我五百是五百无？你敢有信任我？敢有信任我？来边啊坐。啊，你五百我若无够少，你会当退，我会当退你钱无？边来五百够人要吃尖梗？吃这袂当外俗啊吼。来边啊坐啊。这目睭金加嘞，你这要外俗，哪有可能？来五百够人要吃尖梗啊？吃皮哦，拢无白吃，我这头无咧赚哦。来五百，人要吃无？来者。五百块，人要吃尖梗的无？五百，边头搁较高个。我应该是互你抢到小拍啦吼，系啊。我应该是互你抢到小拍，因为我若最后就想要休困啦。你若即摆早早，我无可能卖这条价，较无要紧。我着要休困啦，互你送者来。五百，人要吃无？两个。嘿，我尖梗。你也成天，阿莫烦恼嘿，袂甲你乌白恁，你唔免烦恼，我逐日摆遮，你免烦恼。来五百，要吃来无？来，你倒下讲过，你帮我夹夹咧。我看一下介绍，我无啥会记个，我阁袂记个。今仔吼物件伤济啊，介绍一直放袂记。今仔卖足济，无东西也无你卖物件。咱一开始先卖久，你敢知是？你敢记？哈？我今仔卖三分的款呢，好啦，桌顶几盘，我用了，拢有啊，恁来准备抢啊，你会当大把，啊，钱慢慢啊进，无要紧，嘿，
啊，妈妈店我可能给你买袂着啊。我不惜任何代价，尽量拢给你欢喜啊！来收掉，收掉。来，我现在做点我清明，这批我怎么讲啊？金龙三四五六七八，来三个。来，听好哦，准备抢哦。来，几个开始？三个。这吃到你可能会，你可能会讲要求啊，啊有人要卖这个尖杠的啊，啊你卖去菜市也是拢买套餐，是卖安怎？唔是套餐无好吃，这吃吃你就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感谢你啦，啊最后一千块送我，你满意钱，我你满意，安尼差不多啦哈，啊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家，今麦收几个？三个四个嘛，来啦来啦。哦，感谢恁这样信任我一边个呢，我真欢喜啊！啊，我若欢喜哦，就凊彩啊。来，啊，今日继续放媒体哦。